2月6号凌晨3点57分，一阵天摇地动，让台南传出严重灾情。1、2、3。救难人员紧急动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寻找生机，志工复位，关怀受灾民众的心。创伤后，民众出现焦虑、失眠、不吃不喝等症状，这可能就是创伤压力症候群。志为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创伤后的复位与关怀。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昭医师。2月6号呢，台南发生6.7级的强震，造成维冠大楼倒塌，有许多人员的死伤及伤亡。但是呢，很多工作人员尽力的抢救，志工陪伴之后呢，会有一些情绪的起伏。我们到底是要默默的陪伴他呢，还是要多说鼓励加油的话？这些我们要请心理师来回答。在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根据观众朋友所 call in 的问题，请专科医师来回答。皮肤白斑越来越多，要如何处理？那白斑其实很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把这些黑色素细胞当作是一个外来的细胞，所以把它消灭了，所以就会产生一个没有黑色素的区块。那最常见的原因都是风湿免疫的疾病，那这些疾病通常也喜欢伴随一些其他像甲状腺的自体免疫疾病等等。那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状况，像我们所谓的汗斑，这个就像一个皮肤的一个霉菌感染，其实也会在皮肤形成一个白色的区块，也是白斑，看起来就是像一个白斑的样子。那这个情况呢，治疗上就比较简单了，擦个药追踪一下，原则上都还不错。那假设我们能够针对这个病因呢好好治疗，但是皮肤上还是出现白点的话呢，这个大概就需要一些整形外科或皮肤美容的一些帮忙这样子。所以最重要呢，还是要先去看医生，找出原因，并且做持续的治疗。医师提醒，白斑的成因大多是风湿免疫的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另外一种是汗斑，擦药追踪即可。倘若想消除白斑，可以找整形外科诊治。仁医咨客室解答你有关医疗的问题。在节目进行之前，为你介绍 call in 团队。首先是我们的陈中英副院长，精神科的陈少祖医师，许志尧医师，蔡嘉伦医师，以及郑嘉义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03-86-1337。当然，今天为您介绍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临床心理师王景廷心理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王景廷，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精神医学部临床心理师，专长儿童以及青少年临床心理学。面对儿童的情绪以及行为改变，他透过心理分析、游戏治疗等方式，引导儿童表达他们内心的世界，并且邀请家属一同参与，了解孩子的需求，提供他们良好的治疗环境，让孩童可以健康成长。另外一位为您邀请到的健康观察员呢，是曾经到过台南现场的苏慧玲师姐。苏师姐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先请问一下哈，师姐，你到现场的时候，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其实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到哈，那可是第一时间的那个师兄师姐他们有分享到说，其实现场那时候是很混乱的，又一片积水，那很暗，那一些求救的声音啊，现场很多的人等待救援，对，所以那时候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就要问一下心理师，在这么混乱当中，如何让他平静来恢复救灾呢？就最重要的就是跟着团队工作一起。对，那最主要就开始听令一些分派的指令的工作，嘿，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慈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动员了，很多的师兄姐都积极在那里。那时候有志工，当然也有救难人员，还有受灾户。我们来看看他的心理状况。2月6号，原是欢庆团圆的小年夜，却在凌晨3点57分，一阵天摇地动，高雄美浓发生规模6.4强震，台南传出严重灾情。爸来，爸爸来，来，先拍照。小孩了，那我讲一下话。妈妈嘞，妈妈，我要好
好可不可以啊？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救难现场满目疮痍，救难人员分批搜救，24小时不间断，在瓦砾堆中寻找一线生机。我们在现在已经在找了，拜托了。灾难现场家属焦急的心一刻不得安宁。就如果你是他熟悉的人，然后他也愿意，你可以待在他旁边，然后来注意说他可不可以有时间好好休息，好让你们好好吃个饭。一个妈妈在等一个囡仔的心态就是无同款，家人嘛，毕竟是家人啊，不舍啦。啊，咱爱有一个同理心，一起陪伴、等待，啊，好一个依靠。他能愿意讲的时候就听，啊，也不急着跟他说，到底你不要难过，或者是你不要生气，去阻止他的情绪的发生，这样。现场环绕着家属哭泣、焦虑、哀嚎的情绪，让救难现场纷乱不已，救难人员也深受影响。就心理上还是觉得心有余力而力不足。他的工作的职责，他觉得我就是要来救人的，所以他一定有一些自责，是说我要救啊没有救成，或者是我想帮，可是好像很多忙帮不上，对，这些事情也有可能发生，造成他另外一个心理压力。李先生，我们应该在你浴室隔壁啊，我们要想办法了哦，你再撑着点。逼动了起，说知道他在那，然后讲话听得到，那还有，但是就是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碰到、接近到他。那个时候大概都是那些信心喊话，一直跟他说那些正向的鼓励的话。除了受灾民众的不安，灾区附近的街坊邻居也因为地震关系心情震荡，无法平复。慈济志工随时动员，呵护每一颗慌乱的心。有甲平平平平，袂晓讲，嗯，足惊，唔敢落来，落来，逐项都倒了了啊。可以给他一些提醒，带着他去，也是好好的休息。然后有机会他愿意讲，就讲讲当天发生了什么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那他的心情是什么，他或者他联想到什么，对，可以跟他聊聊。但精神常说是喝过烂蛋，每次他说这一行东西这样完全打给他，他所以讲啊，不要过讲这个，这边说另一台是熊，记得熊开心的情况就好，好，谢谢。就比较窝心，对，就觉得他说啊，还有人关心这样子，对，没有注意到，谢谢你们。受难者、前线关怀志工、救难人员等，可能因为灾区状况内心受到严重创伤，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该如何抚慰与关怀呢？所以想要问心理师，就现场的那些受难者或受难者的家属，他们会有哪些的心理反应？最主要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会经常回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经验感受会一直跑出来。对，所以或者是做梦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一直在梦到地震摇的那个时候的那些画面。对，那另外之后他就开始很容易紧张，跟地震有关的、当天灾难有关的刺激，他就很容易紧张，很容易担心。好，甚至真正可能有小地震余震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非常的害怕、很焦虑。所以其实已经2月6号哈，刚才我看到画面哈，自己都心情都有点受到影响，就是都还是会有一点回忆起当时的状况，然后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身体反应跑出来。可是我们第一的哈，救难的现场很多志工就赶去或救难人员嘛，他们那些哈要怎么样来帮忙他？好像你有制造一个图卡，可以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好，所以就是当你到了现场了，那现场其实很慌乱，那也很多人你会觉得他都需要帮忙。那你可以先找一些，你可以是试图他可以愿意让你靠近的人，好，然后那带着他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听他说，好，让他慢慢，可能他还在慌乱，还在焦急，说要找人，那可以问问他说你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地方，这些事情，然后或者是先带他到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息。然后提供他那些食物啊，可以好好睡个觉的地方。对，对，我们知道哈，救难其实要先救自己的，所以自己要先也要培训了，是不是？你们志工那边是不是都有是培训的那个课程跟大家上？有，基本上我们到现场要做陪伴抚慰工作的话，哈，那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也是要受证的慈诚跟委员，啊，因为我们在培训过程是会有很多的课程，相关的课程在上课的。对。我知道很多
心理师哈会教我们要讲哪些话比较适当。师姐是不是有很多想要请教我们心理师的？是，其实哈，虽然说我们有上过一些课程呐、啊，那毕竟有一些临场经验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哈。那像有一些师姐，她可能他们会面临到的，就是说，哎，到了现场看到这些好受灾难的人啊，哈，那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怎么说啊。那甚至有些啊，志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会说，哎呀，真的是看到他们这样已经很难过了，那他很怕他又说错了话，然后再给他们另外一次的那个伤害。那这一点是不是能够请那个心理师帮我们做一些哈建议，看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嗯，好，所以我们有列一些要注意的话啦，就是哪一些话其实在那个现场其实要避免说的。好，包含那种加油打气的啦，或是你跟他说庆幸你还在的啊，然后或者是跟他说，哎，没关系，就不要难过，就这样就过去了。好，这种话其实都要避免说，因为对他来说，他其实听到其实反而会跟他，就像师姐说，会更有压力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对，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字有点小了哈。对，所以我们要跟你讲说，这个是台湾临床心理学会灾难创伤心理工作小组哈。是，只要你上这个 FB 或者是在网站，其实只有这都可以教导我们，而且他还有更多其他的资料了。是。所以很多往生的哈，就是你们会，因为我没在现场，你们一定看到很多往生的那个灾难的现场，是不是很多想要请教我们心理师？对，其实哈，我们有一些状况，就是说，当那个像我遇到一个哈妈妈，她已经在第六天了，她知道那个孩子是没有希望，可是当两个孩子的那个大体被这样子送出来的时候，她几乎情绪崩溃。那先生也是都痛哭失声，那种嚎啕大哭的状况，甚至有时候很激动。那像我们志工的话，那是应该怎么样去抚慰这样的一个好受难者的家属呢？我想那个时候，如果他愿意让你在他旁边，好，可能你给他一些支持，肢体上的支持，那些都很重要，嘿，让他可以慢慢的哭，或者是就是把那个情绪宣泄出来，这件事很好。然后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他如果需要，你可能留意他的一些身体状态，是真的可能哭到快昏厥了，那些安全那些必须帮他们留意。对，是。所以我们救难人员其实本身可能也会有心理创伤的，这要怎么来处理呢？大概我们会创伤会碰到几个部分啦，因为第一个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要来救灾，我可能设备不够，然后他的一些救难的损失，我想做更多事，可是我做不来，这是一个压力。好，那另外的压力就是他看到现场的画面，其实真的还蛮让人家觉得很受伤的那种感觉，创伤的画面。那另外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他有他自己的职责在，他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要做更救更多的人，这些压力都会在他们身上。对，那我们会鼓励是说，每一天的救灾其实就是按照团队的要求执行，好，不要多过劳。你可能会想要救更多人，可能就花更多的力气。对，那反而那个过劳其实对自己身体也很大的损伤，所以就听令安排的排班。那结束排班结束之后呢，其实花点时间静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你那天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跟着听听别人的感受是什么。那大家会一起可能也做些救灾的检讨，好，那可能为了明天再做准备，好，然后跟家人通通电话，好，自己给自己一些安心的感觉，家人给你一些支持，这样过完一天，这样，对，会是比较好的那种心理的支持的部分。我知道志工回去哦，有些人一定有分享，他会做噩梦，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有啊、哦。那其实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师姐啊，他们在事后分享说，其实已经开始上班两三天了，可是他就是整个心里好像空掉了，他对于上班这个事情是很厌倦的。那一位师兄他大概也太投入了，比较感性吧，哈。那他回去之后，他觉得好像那些受难者都是他的家属，那他整个情绪是很哀伤。那他对所有的事情，他就提不起那种好像以前那种热忱跟动力都失去了。那这种心理师我们要怎么来帮这些人？如果你有留意到了你的家人有这些状况，那其实可以找他，如果他愿意，帮他分享一下到底他现在状况如何，他的心情是什么，让他知道说他这些症状其实是正常的，大家也都会有，不用担心说我好像
这样很奇怪，我自己怎么变了一个人这样，嘿，让他知道一下，让他也安心，好，他需要陪伴。那再来就是他如果需要休息，帮他留意，就是可以建议他请个假，好好睡个觉，好，然后去做一些放松的事情，带他去散散步啊，做点运动啊，做一点他喜欢的事情，把心情调试一下。对，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第一次或是已经救灾过，其实有多少都有心理创伤，所以我们团队非常重要。发现有些就要求救了哈，不要都闷在心里。但是这一次哈，很不幸的就是说，很多都是小孩子，有三分之一哈是儿童受灾，那些心灵哈幼小的心灵要如何抚慰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妹妹，你在跟叔叔讲话好不好？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在倒塌围楼中，救难人员把握每分每秒，期望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救出受难的民众。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你穿着，你穿着，很多碎石头。历经61个小时搜救，救难人员在断垣残壁中发现了8岁女童林素琴小妹妹。妹妹加油！我们已经是四道兵了。他坚强的求生意志让搜救队员相当振奋。来，身上有没有外伤？哪里外伤？哎呦，你捡外伤吧！一二三，接好。然而受困多时的林素琴，情绪的表现却异常安静，这也特别让家属留意她的状况。妈妈这边是讲说，目前的恢复状况蛮不错的，因为或许是小孩子的恢复速度比较快。啊，爸爸是说，只要不提到当时的情况，他的状况都还好。让他知道他是安全的，有人可以陪伴他，然后他想哭可以哭一下，让他可以把情绪先抒发。我们用一些童话想象的方式，去协助他把那个噩梦转化比较正向的方向。这次的强震中，总共造成116人死亡，其中15岁以下孩童占罹难人数的1/3。昆山国小校方担心这次地震会对学生心理造成影响，特别邀请心理师进行集体辅导，期望抚平他们的悲伤。来吸气，好，吐气的时候呢，再把它放下来。10个小朋友不幸往生，所以心理諮商师对于这10个小朋友的班级，特别提供了一些支持的服务。灾后陪伴与关怀是抚平孩童创伤心灵的良药，若是焦虑、害怕等状况还是没有改善，还是需要寻求专业协助。心理师，就是地震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如果要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恢复？我知道你有制作一张图卡，这个名词还不错，安静能希望，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口诀，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复原的过程，其实这5点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那第一个安全，当然就是最一开始在创伤现场、灾难现场，一定要保持好这些受创者的安全，好，所以这是安，然后再来就是给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安定下来、镇定下来，因为他一定在很慌乱的情境里面，情绪可能还很激动，好，那帮他可以安定下来，好，然后再来的话就可以让他开始想说有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的，好，那现阶段哪些事情可以做，带着他去执行，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有事情能做、做得了，那个安心感会更重，比你原本什么事情都没，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然后都那个慌乱，其实是会更不舒服的。嘿，所以其实可以就会跟他讨论，有没有事情可以带着他做。所以我想，有时候那个过去那些灾难现场，其实后来都会让那些灾民去做一些事情，嘿，以工代赈的方式，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那另外的话，那帮他开始做一些联系，好，可能他的家人、他的亲属，好，因为在那讲手机很多都不见了嘛，对，所以需要做一些联系，你可以帮问他说我要帮你找到谁，好，那另外是大家可能还会在想说，好，那我现在家没了，那我
一切相关的行政程序、公部门的那些事情该怎么处理，嘿，可以帮他收集这些资讯，让他知道说好，我接下来要去找谁，窗口是谁。因为政府其实都会开始很快的提供这些资讯给大家，就说接下来你要找社会局的什么人，然后哪些不办身份证要怎么办，然后办手机什么，好，这些各个部门讯息都会进来，大家都会想帮忙提供很多资讯，嘿，可以帮他做一些联系。那另外的话，最后就是带给他一些希望感，好，因为他会觉得剩他一个，对，或者是我家都没了，我虽然人都还在，那接下来很多那种无助无望的感觉会跑出来，对，所以可以给他一些希望，好，带着他去接下来走后面的路，这样。对，我们知道师姐哈，救灾哈也是有些人格特质，我想你们做志工的应该都有这些人格特质，是不是？你觉得这些人格特质是不是有什么特点，在现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其实像在陪伴者的角色来讲，我们当然是第一，一定要让他产生信赖感。对，那还有就是说，就是刚刚提问的人，就是说话真的有时候要有技巧，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以我们的心去贴近他们的心。那当你让他感受到你的真诚，还有那种同理心的时候，也许他比较愿意对你敞开心房。哎，那你就是给他一个温暖的依靠。对，那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同理心。我们知道大人跟小孩不太一样了，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同样是受灾。小孩的话受限于他的年纪，然后语言能力这些事情，所以而且他应该说他的能力对跟大人相比，他更不知道该怎么维持他的生活，所以小孩的话通常情绪反应可能也会很明显，然后或者是你就会发现爸爸妈妈发现小孩子变得很黏人，或者是变成比较，他现在5岁可是退化成比较像3岁4岁的样子，然后或者很多原本会的事突然变不会了，嘿，小孩子会比较在行为上表现出来，那情绪上也会，你就发现他可能晚上一直做噩梦，或以前不会尿床，现在又会开始尿床了，嘿，半夜吓得哭醒，好，或者白天就很容易动不动就很紧张，开始找妈妈在哪里。所以有这些现象都要求救了。是，我知道师姐你们有些校园关怀了哈，有些是同学受伤，他们没有走出来，是不是你们也去帮忙用绘画或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请教我们的心理师要如何来帮忙？对，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孩子啊，像我听到的就是，有一些孩子啊，到现在好像睡觉都还戴安全帽啊，那有的已经是国中生了，他现在还跟父母睡在一起，因为他心理上的害怕。那当然我也听过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引导他们，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个性比较木讷，或青少年时期不喜欢跟父母讲。像我们的心理师这样，怎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如何来帮助这些小朋友？大部分如果说这件事他不太能表达得清楚，那一个是大人也可以说一说对这个事件的感受，因为他有时候不敢讲，觉得我自己这感觉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会不敢讲。但是他听到大人说，他也知道哦，原来这感觉是对的，就是你们也有，那我也愿意说。那另外一个话就是可以透过画画，或者玩游戏一些活动。很多管道哈，其实也可以请我们的心理师了。其实今天他们说得很清楚了，谢谢我们心理师这么多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师姐，谢谢。谢谢。谢谢。在全台约70,000名洗肾人口当中，有将近50%的人是因为糖尿病长期控制不佳，最后面临洗肾的命运。你若超过7吼，就惊讲到有迄眼睛、肾脏、脚的神经、甲心脏会压遮的问题。志伟仁医台中慈济医院肾脏科团队要教糖尿病患者如何透过饮食和运动来逆转肾脏病变，延缓糖尿病患者洗肾的危机。